等跟你啊！忘忧的粉丝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忘忧登山社，今天来到东西水山标高2248，现在有360度环境，这是一座鸟山。什么都看不到，但是我们就好了。我们还是为了大家，要让大家看一下展望。真的没什么，没有展望啊，没有展望，真的没。只看到我而已啊。没有报名啊。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什么？我们我逛逛逛，鸟山是的，鸟山逛逛逛。所以报名报名报。我是圆圆，高平，他们下去了。主任，凯丽，哎，你们重排，然后把那个下面的人也抱上来。反正贵人卡你哦，可以抱下面的人。对，好，好，再来，还有后谁走？谁走的？对，还有谁走的？谁？对，还有谁？去哦。好，还有谁？我老婆水母。啊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Coco，志善，志善，好，你在嚎什么啦？我怎么知道他讲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家乐福的员工，文化大学，还有 P， 还有 P， 小薇一起和许大哥。哈哈哈哈。